展览焦点，罗岗公会邓书记的这个行动的展出是师傅喜红爱纪念展，内底有六十年涂染香喜红爱老相片，也佮有像制作的工具、模具、原始的文件等等，有上百件的展品，非常的难得，邀请乡亲来遮欣赏。民国三四十年流行的涂染香戏红啊，以及制作工具、模具、戏台的原始文件，即挂珍贵的工艺作品，过去真罕伫个镜头前出现，即马拢要予民众免费来参观。一间工厂吼，搬来遮，电视从初步开始介绍，从伊个模具，所有的模具啊拢介绍，啊伊个物件就是包含古册戏啦吼，啊包含连电影也有。电影像日本电影迄种诶，姜母母从阮拢有小弟仔来看嘛。啊，像漫画、漫画、漫漫画，阮嘛做上报的去。嘿，啊，伊即摆来的时阵，即工具啦吼，伊阮即摆来就是有工具，啊，甲伊个粗胚，啊，甲成品拢有。啊，因为这是阮老爸师傅先生吼，伊就迄个1950年做到即阵，啊，伊伫即个五年前哦做先去啦。我想讲，阮在试水讲，啊，无安尼，甲做一个纪念品，啊，阮再阁将伊遮物件拢找出来，啊，这回整理可能整理将近一个月，啊，今仔日来做这个展出。上早每一个涂染香的布袋戏红啊，卖3块到4块，供不应求。厝内底哦，是请真侪师傅来做订单，也是才卖哩。就伫咧决定改用塑胶来生产的时阵，涂染香的戏红啊，就来渐渐失传。一直到70年代，中央邀请重现民俗技艺，才让涂染香的戏红啊重出江湖。啊，哦，染啊是分做上染、哦上染、中染、落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罗梁的是，迄阵是爱混的木屑，迄阵上早。啊，就是沿边到罗尾是，阮上早期是太白粉加迄个木屑罗造。即挂珍贵的涂染香喜红啊，目前拢伫罗岗公会堂展示，要来纪念师傅老先生伊一生对布袋戏的贡献加坚持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。